今天要来去家里买菜。嘿，啊，买菜不是爱去菜市啊，那也是在家里咧。啊，对了，是要来去家里的菜市啊买菜。这是家里的老家啊，规条拢是仿巴洛克的建筑。啊，这就是家里市场咯。什么？一走进来就有鱼翅可以吃。不过头先讲这是合法的鱼翅。你讲鱼翅是啥物鱼翅啊？这个水翅。哦，迄、那个水沙的吗？水沙。哦，好好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啊，你拢是卖啥？卖只无啊？伊哦。对，麝香葡萄吗？对，那个麝香葡萄。哦，麝香葡萄。哦，月亮葡萄在哪里啊？啊，旁边那个葡萄。啊，旁边这个月亮葡萄。哦。那个叫月亮葡萄。月亮葡萄之外，还有真多其他无同款品种的葡萄。哎，你看你搞的，做好食款啊，这种会割掉啊。啊，三万块。哎，香菇的素肉片。哦，香菇。香菇肉片。香菇的肉片，素的吧，吼。素的。啊，这拢素的吗？有，规坛拢素的。哦，规坛拢素的哦。哇，菜场肉场。这种杀鱼梅一定搬去别个所在咯。会晓用台语来读这个店名无？什么字？什么字啊？球球球鸡王哦。哦阿鸡什么意思？哦，球鸡是公鸡的意思哦。没有没有，那个球就是代表公鸡啊。哦好好、哦欸，啊是有台语安怎读？台语我是拢念谐音，笑鸡王安尼啦。笑鸡王嘛，哦会笑安尼就对啦，哦好了解。那是要在菜市内底食早餐，那么这间米台包是非常诶出名。一九四七创数，安尼已经七十几年啊。还是不要。在哪里啊？在二十三个站。在二十三个站无？对啊。哦。阮这边只上少跟上少。这是称啊吗？这土土鱼称。土土鱼称啊。哦。我阿唔称，你会讲我阿唔称是屏东人啊？我屏东人啊。我嘛屏东人。东人。好家当人哦，好好好。我自从搬来台南以后，唔再想怎啊，变作作爱来洗菜市啊。在哪里？一杯四十三杯一包。一杯四十三杯一包。哎，我是白的阿姨，那个就是阿姨。哦。天哪，我想喝。这一头拿鹅啊，加蛤蟆。
台南是鱼米之乡，所以七股八门真侪海产。啊？拢有哦。唔啦，红琴沙冈这种三点起也嘛有。这是汉药房，创立于1971年。咖喱菜市啊，是为日本时代开始的。目前总共有218摊，啊，全部拢租出去。啊，冰摊员，阿、啊、姐，这是啥呢？这麻，麻，大只麻，阿姐，阿姐，我来河流下对吧？河流下，哎，鳝鱼下卡，啊，鳝鱼下卡，这是对鳝鱼啊？孟加拉，孟加拉鳝鱼，哦，阿姐，中国大陆，哦，这中国的哦，阿姐，一斤偌济？这台湾这550，五百五，啊，孟加拉嘞？我家咧无台260，老实讲，鳝鱼爱中国进口的较会找。台南板豆仔菜内底有一道鸡仔猪肉饼，就是用这种饼。我特刷来一定爱买这间的三百鱼丸。哈哈，不叫，哎，个叫，嘿嘿，哇，谢谢谢谢。你给他介绍拢啊，都有，哈哈哈哈哈。有啊，我太太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做用的呀，怎么做啊？做用的，你看汉朝家伙。我用地不同款。哦，原来就是讲要去吃啊。四味嘿，七个四味，上台湾四味上好食。我阿咱这菜市的四味上清，冷冻过安尼两日做出来一碗，没有臭味，然后那个味道最好。Q， 你家食看嘛 ？Q 啊 Q 啊，阿现在有人啊。你食遐个什么香料啊，是什么油啊？哎，你油啊化学嘛，互你找嘛，互你我哥我拢无加。哦，啊，有个人是做迄种安尼，你干嘛难做水粉的安尼？对哦。哎，啊，我这个93%。都是鱼浆，哦，93%都鱼浆，伊不是60年啊，已经70年啊，好啊，该买啊，你今仔来买啊嘛？哦，疫情改变哦，系哦，对啊，伊能剩偌济？一斤七十五，哦，买啊，哦买啊。台湾的润饼，华裔讲春卷，伫厦门讲或者薄饼，到了金门讲七饼，七物件的七，但是伊下最是1234567的七。这间咧卖香菇肉包，要买几粒？四粒无？阿班德咧？这么冰箱？我烧的是本来烧的水饺，我紧啊，你落头啊，嘿，是用料饼的，我紧。料饼嘛，料烧的哈。我来这是香菇吧，阿哥啥？香菇肉包。香菇肉包，啊，有没有蛋？没有。啊。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吃蛋。有的人不喜欢吃蛋啊。要蛋要定做，1颗30块，因为蛋就要50块啊。哦，这是2斤嘛，吼，2米，哎，1颗2斤就要8到9块啊。哦，了解。这种皮蛋哦，这土豪土豪蛋，土豪皮蛋。哎呀，那些老杂货店啊，这，哎呀，物记行。卖肉丸的声还生意较好，是敢好食上。马的，新马的肉圆，生意好个呢。来啊来啊！呀，辣椒糕。辣椒糕啊，这是白。不是咖喱人专门在吃的一排吗？东城的吗？哦，啊，这有男的，这应该是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应该是迄种迄水果啊，那个青果啊，那个如何？口感如何？
袂歹。中华肉丸较好食。啊，比中华肉丸较好食。安尼安尼用咩咩？咪叫中华啦，梅花来讲，我搁送清汤一碗，这边钱嘛吼。你讲咖喱肉丸甲中华肉丸较同款。啊，但是。包肉兼笋干。哦，啊你个咧？啊，我是肉甲笋丝。肉甲笋丝，啊，但是皮咧？啊，皮无同。皮无同。啊，无同。安那无同。啊，有做下无同。对啊，伊迄是讲做做吹过了后，给了伊钱，啊钱啊劈开伊，再搁用粉搁甲裹一点滚。哎呀呀，爱补。啊，无伊甘油，伊是浸米油内底。哦。啊，我这是高温来煎。哦，你这是高温来煎。啊，伊浸米内底油，你油若无够，你就得甘油的嘛。哦。咱有咧，咱有咧煮酱菜嘛，伊用甘油的啊。是。伊迄甘油的油，真正冻袂了的啊。了解。伊迄甘油的油，你也不济的啊。好，谢谢。